我这无情如你在我眼里，哎呀，隔壁鼠来了，今夜万一你输尽，好可怕哦，爱人何时曾经再相聚，又停止想输尽在一起，哦嗨呀，走了一步眼泪掉下来，有体非常喜欢李书记。老鼠哥，唱歌不会看场合哦。是谁叫你这样讲话的？说这首歌才可以符合这个情境跟氛围，了不了解？不了解啦，是在那边尬聊。不是啊，阿拉丁葡萄酒晚上就在唱这个龙泉情歌，它是代表我们在龙泉相遇，就是一种情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秋婷唱歌真的很难听哎，吉他也弹得很烂，来。我不是我弹，我是瞎了。弹。哦。TVBS 42台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《女兵日记》。